晨三点，存了一整天疲惫，错过了末班车，把自己灌个烂醉，反正我无家可归。也许我们原相信可能拼到了最后，可能也只有可能。难道我们是被世界抛弃的人，还在为了做梦一等再等？但至少我所以说你是在帮我找投资？本来是想办踏实了再告诉你。好，谢谢你啊，都这个时候你还相信我。谢他，人家说了你是天才，我希望你能像他相信你一样相信他。你别怪我。我怎么会怪你呢？要怪也是怪我呀。你知道这个人真的不能闲下来，一闲下来就容易胡思乱想。你一个人承受了那么多，却一声不吭。我有一个事儿想要跟你说一下。你曾经不是跟我说你想要跟我分享我生命中的一切吗？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所以你要不要把你没有告诉我的事情一次性都告诉我？不想说吗？关于什么？这里，这里，这里是我的家。我们是孤儿。其实以前说到父母的时候，我都不愿意去提及。我爸爸是一个特别优雅的人，他在乐团里面是一名钢琴家，他的手长得特别好看，你的手就像他的手一样。我妈妈特别温柔，在家里面每天就是煲汤啊，洗衣做饭呀，所以我小的时候每天家里面除了钢琴声就是饭香味。后来我妈家里面有一天忽然之间发生了一场大火，把我至亲的人全都夺走。我那天是被邻居的小朋友带出去玩了，所以只有我活了下来。
有些事情不是我不想说，是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感同身受。你知道从小没有家，没有父母，你知道那种无助感吗？你知道活着的人比死了的人更痛苦吗？所以这么多年我只有去努力，无论吃多少苦，无论付出什么，我就是想要赚钱。我真的很爱钱，因为我只有赚到更多的钱，我才能够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孩子。我要建设这里，我不能让那么多没有家没有父母的孩子像我当年一样。不用担心我，上天给了我考验，同样也给了我答案。你说改变世界是你的梦想，那这里就是我的梦想，因为我要让更多没有家没有父母的孩子，他们过得比任何孩子都好。你做到了。从今以后，我跟你一起照顾这个家，你不会再那么无助了。你是我的孩子啊。你为什么给我买了一条这么红的裙子？取晦气。明天再把这些零零散散的东西一收，再叫一个搬家公司，这家就能搬了。哎呀，对不起你啊，芊芊，你说我辞个职，还要连累你搬家。这有什么呀？你要是再住江大凯这个卑鄙小人的房子，我还担心呢，我还不乐意呢。我之前就是想的太简单了，我以为这是公司给我的福利，但后来江大凯一系列的企图，是我真的没有想到的。所以我是按照每个月正常的房租价格，我把钱打给他了。这件事情主要就是你心里过得去，只要你过得去了，我有什么呀？不就是搬个家吗？一年搬那么多次，也不在意这一次了。我有点担心你一个人住行吗？我有什么不行的？我不是一个大孩子吗？有什么可担心的？万一再有流氓尾随你怎么办？那我给你打电话呗。你不用说我了，那你彻底童养媳呗。你可长点心啊，童养媳，以后你要是挨欺负了，可不能回隔壁了。哎呦，我舍不得你。走开。走开！我让你放心，我跟你说，我本来呢打算是在未来城租一套小一点的房子，这样不就离你近吗？但是我真的查了一下，这里的租金太女强人了。像我这种网络小市民，还是去找一些性价比高一点的房子吧。那我可以给你付房租啊？不行，你现在已经有另一半了。那你们杰森怎么说呀？杰森？邀请我半天了，但是我肯定不会答应跟他一起住的。好吧，那这几天我陪你跑一跑，多看一看，嗯，找一个安全的。既然我们已经决定了，那我们就好好享受最后的夜晚。最后的夜晚你怎么享受呢？
想到了什么高兴的事儿了？好巧啊！我刚下夜班，想来喝杯东西，没想到还在这碰见了你。好像我们总是能在半夜碰见啊。都是夜猫子吗？陈先生今天怎么没带小蛋糕啊？你要想吃的话，我可以请你。 我可不随便接受别人的邀请的，除非把你刚才高兴的事说给我听听。如果好听的话，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就这些了吧？啊？ 这都几点了？你找的哪家搬家公司这么不准时啊？我没找搬家公司，现在搬家公司可黑了，就这点路，至少收你800块。我租了辆车，200块搞定，性价比贼高。来来来来来，这车，这不挺好的吗？来来来，搬搬搬。你确定吗？哎，这怎么了？便宜啊！来，那咱俩怎么做呀？ 那你坐前面，我坐这儿。哎呀，反正就几步路的事儿啊。哎，来给我。你确定你要坐这儿吗？多颠呀！没事儿，就几步路的事儿，而且不是很快就到了吗？空气多好啊，而且我也没什么机会坐敞篷车。 那我跟你一起坐这儿吧。得了吧，快去快去，上车上车上车啊！快上啊！师傅，可以走了，慢点啊，慢点。 郭老师，哎呦，你吓死我了！你怎么跑回来了？我想来教室找师妹帮忙，但我看你办公室门开着，就过来找你了。我在准备公开课的资料呢，这不这儿的资料比较多吗？我就没回家。那你为什么看起来愁眉苦脸的？有什么烦心事吗？其实资料也准备的差不多，但你知道，这公开课上啊。 应急变化的东西太多了，我正在思考，在上课的时候会突然出现什么样的变化。顾老师，你听过一句话没？想再多次，不如大胆的做一次。所以我们就把这间教室当做明天的公开课，你来彩排一遍。我们可以边讲边研究问题出在哪，怎么样？现在学生下课都回宿舍了，没有学生啊。你还有我呀，虽然吧。 也就只有我一个人，但是你可以这么想，毕业时我是学生代表，现在呢我就来代表学生。嗯，教室有了，老师有了，学生也有了，来吧，开讲。可是，这儿。哎呀，明天领导、老师、同学有这么多人，你今天不彩排一次，明天你不会紧张吗？
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来，请坐吧，学生。谢谢老师。老师好。同学们好。这次的公开课，我给大家想了一个题目。郭老师，微笑。改革啊！我相信这两个字已经贯穿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脉络。哎，最后一批了，最后一批了，小心点啊，我得先检查检查。累死了，累死了，你先歇会儿吧。不行，得先检查好，不然的话之后还会有问题的。哎呀，谁能想到这200块钱不包括帮忙搬啊，一个个搬上来。哎呀，我腰都快断了。哦，哎呀，开箱吧。哎呦，你怎么那么专业啊你啊。你要是一年搬 N 次家你也这么专业。倩倩，怎么了？我做了一个决定。怎么了？哇，这个！我要买房。你又发什么疯？我没发疯，我是认真的。倩倩，我李杰森，在半年内要在上海买一套属于我们的房子，让你住。我要给你一个家。我不想看见你一年搬 N 次家。你知道这有多难啊？我知道，但是我会努力。历史上几次重大的变法和改革，我相信大家已经掌握得非常熟悉了。那么接下来，我希望各位同学去探讨一下改革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这节课的活动时间，自由辩论。可以结束了吧？不行，你这状态正好呢，去吧。不是，这哪有学生啊？怎么辩论啊？怎么没有学生了？你当正方，我是反方。我们俩来辩，这样可以看一下明天你给同学的思路对不对。行吧，我方观点是人改变了世界，纵观变法都是人的因造成了时代的果，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每一次结果都会深远地影响到世界的格局，成为下一次变动的契机。我方观点就要恰恰相反了，是世界改变了人，因为人在时代洪流中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所以历史上的每一次变法都恰恰印证了是时代格局发生了变化，所以人才给出了回应。非凡的人总是在平静中推动时代，例如商鞅让秦以蛮荒之地成为猛虎之师，只为实现抱负，主动且积极，谈何被动。可在战国时期，正所谓纷乱战国不变则亡，历史上的种种例子恰恰可以说明一切都是在时间格局的推动下前进的。可是无论商鞅、李逵、赵武灵王，哪一个不是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之下进行的自我意识的变革，正是一代代人的变法自强，纵横捭阖，改变了时代格局，人定胜天。郭老师，您举例中的这几位，他们都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进行变革的，而内外交困正是时代给予国家和个人最大的压力，所以穷则变这三个字非常完美的论证了我的观点。你别忘了穷则变，穷的到底是格局还是个人。你也别忘了穷则变的后两句，变则通，通则久矣，说的正是人的长久。
郭老师啊，谢谢你今天送我回家。哎呀，惭愧啊，说是每次都送你回家，结果你发现没有，越送越晚了。但是每次都会很开心，而且有所得。今天应该是我有所得吧？谢谢你啊，艾琳，今天的彩排很成功，我受益匪浅。每次都要谢我，不知道你要谢多少回。如果真想谢我呢，不如给我发一大红包吧。啊？哦，行了，我现在就给你发。我让你发，你还真发？我开玩笑呢。这个红包留着明天请我喝咖啡吧。没问题。我说的可不是一般的咖啡，是胜利的咖啡。我争取啊。争取？就这么点信心啊？行，我一定保证让你喝上胜利的咖啡。郭老师，你声音大到我回家的路都被你照亮了。那你就赶紧趁着亮回去吧。那我走了。嗯，拜拜。郭老师啊，我突然觉得你的主题真好，改变。那我们之间是不是也改变了？其实人随时随地都在改变的。那是谁改变了谁呢？留着明天跟你的学生探讨吧。留着你明天胜利的咖啡哦。这么贵啊！郭老二，你的心事想不清楚没关系，但课该怎么讲，你可得想清楚。郭老二，平时唠叨点没关系，但课堂上可要少说废话，多讲重点。郭老二，喜欢吵架没关系，但拜托你今天把这股热血劲儿用在课堂上吧。拿下他们。同学们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喂，哎，你是恒友房产的小夏对不对？啊，我就是上次给你留过电话的李杰森，你还记不记得？对，家是温馨的避风港，就是我。啊，是这样，我最近吧，我想买房。对，啊不不不，你上次推荐那房子不行，那太贵了，6万多一平呢。啊，我的要求啊，哦，我希望是那种方方正正的小户型，南北通透，一定要明卫。还有，离地铁站要近，最重要的是要便宜。这种房子有没有啊？这房子啊？对。这是哪儿啊？这。啊！我要再往那边多走几步，就是浙江移动欢迎我了吧？大哥，你可真会开玩笑。看您说，这就是上海，松江老城西南部，外靠昆沪高速，临近松江汽车总站。绝对的价值洼地，绝对的未来上海黄金位置，投资自住的不二之选。行了吧，你可别忽悠我了，这儿还是未来上海的黄金位置啊？对啊。怎么着，上海跟浙江要合并了？
大哥，您这话说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那不就是便宜嘛，对吧？这房子多大岁数了？那肯定是1980年以后啊，80后还年轻着呢。我告诉你，这房子现在是火得不得了，今天晚上还有3家约了带看呢，要是今天不买，那明天就是别人家了。价钱呢？只要这个数，3万，67平，2室1厅，200万。这房子要200万。喂，倩倩。哎，你现在能过来一趟吗？我这洗衣机它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直漏水，我不知道是不是什么螺丝松了。然后物业打电话也没人接。哦，可以啊，那你等等我啊，我还在地铁站呢。啊？你去哪儿了？我去跟别的餐厅聊一个大的项目。哦，那你不用过来。没事儿，你等等我，我现在回去修。哎，没事儿，外面雨那么大，你就别来回折腾了，没准我自己能搞定呢。外面雨那么大，你不好过来就打个车吧。这点钱别省了，你别着凉了。放心吧，我会照顾自己的。一会儿见。好，拜拜。也许他知道我没有去谈什么大项目，我也知道他并没有找到螺丝钉。这一刻，同时飘荡在上海的两个人心照不宣，因为这一刻除了靠自己硬撑，我们别无他法。没有家，就注定飘荡在雨中。我想有个家，给他一个家，但我现在仅有的似乎就是几颗可有可无的螺丝钉罢了。谢谢大家。郭老师啊，这次的公开课讲得太精彩了，刚才我在下面听着学生们的辩论，我都有些热血沸腾了。谢谢主任。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么精彩的课了。郭副教授啦，那今天是不是要庆祝一下呀？啊，请客。必须请客。请客。没问题，必须庆祝一下。这样，改天我请大家一起吃个饭，地方你们随便挑。哎呦，干嘛要改天？别改天了，明天是周末，今晚我们历史系庆祝一下。今晚有饭吗？哎呀，那我晚上吃点什么呀？今天晚上啊。啥时候能来信息？
想吃蛋糕说一声就行了，还绕这么大一圈。向先生，哎，您怎么来了？刘总呢？哦，刘总他去浦西的发改委开会了。你要是有急事找他呀，可以给他打个电话。也没什么急事。那个，我来送这个。啊，那，您怎么知道？还给送来了？哎呀，对呀。您这也太客气了。哎呀，没事，小事嘛。我受不起啊。受不起？对呀，我怎么受得起？这是你定的？对呀。啊，那个，今天我在附近谈事儿，我正好路过这儿，所以说我就顺道把这单给送了。然后这里面有三块的原因，是因为店里今天搞活动，买一块送两块，所以有三块。这块呢是你的，这两块呢你可以给刘总，也行。好的，那您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转达的吗？转达。你就跟他说，注意身体，有空的话去店里看看。好的，我都记住了。OK， 我走。嗯，好。哎，那个，前半句还是不要了，就留后半句吧，好不好？我先走了，拜拜。什么前半句啊？这家菜不错。哎，这宋主任怎么还不来呢？都剩全了。就是。没事儿，再等会儿吧。嗯。有，哎呦，孙主任，你可算来了！你不来啊，这郭老师就跟六神无主似的。对不起，迟到了，我自罚一杯。快有，你们这是纯饭局啊？美酒。啊，老师们平时一起聚会，已经习惯了以茶代酒了。坐坐。改变。这是你今天公开课的主题。啊，我们也需要改变。明天是休息，大家都没课，今晚呢我们就都喝一杯，小酌怡情，总可以吧？哎呀，主任，酒的热量太高了。那就这位女同志免了，大家都喝一杯。啊，太好了。哈哈，来来来。今天我真的是很高兴，大家都知道啊，郭崇是我零四班的学生，要说了解，我算是了解他的人。其实他心里挺活泼的，也有想法，很多事儿比同龄人都看得透。但是呢，他这个人呢，有时候总被一些别的想法束缚住，显得呢特别的犹豫纠结。但今天的公开课，我觉得他是放下了包袱，展示了自我，是吧？心里的话呢，就说出来了。小郭啊，老师和你说句心里话，今后呢，
多放开，少顾虑，做自己。嗯。嗯。郭老师，我也有几句话想跟你说说。崔老师是我在这个学校里最好的朋友。我也知道你们以前呢，但是现在崔老师已经开启了全新的人生。我作为他的好朋友，特别的高兴。因为他放下了过去，做成了自己。郭老师啊，我就希望你跟崔老师多学学，别总是规规矩矩的，放松点多好啊。对，你说的对。来，我们大家一起举杯。来来。来。艾米姐，我们店盘点会提前打烊，请问您还需要点什么吗？嗯，不用了，谢谢。哎，好。啊，各位，既然大家都让我做自己，让我少点顾虑，那我就努力去做。嗯嗯。所以现在有件事儿，我想告诉各位。其实我今天晚上本来已经约了朋友了，而且这个人到现在为止还一直在等着我呢。就是因为他也让我做出了很多的改变，所以我必须得去见他。我敬大家一杯，这杯我干了。你们别怪我啊，不是你们说的让我做自己吗？账我已经结过了，你们自己吃吧。啊。说走就走，真有意思。做自己嘛。来来来，那咱们俩，咱们俩就请了。你们都做自己啊。我以为你走了呢。我不是跟你说了会等你吗？等不到你，我是不会走的。对不起啊，让你等了这么久。没事儿，这样下着雨等一个人的感觉还挺好的。嗯，我打包了两杯咖啡，给迟到先生胜利的咖啡。这不是胜利的拥抱。你知道吗，艾米？我怕你走了，我真的特别着急。我刚打不到车，我这一路跑，我。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这几天我想了很多，我现在知道了。爱丽丝，找。
找到了他的同伴。我喜欢你。别闹了，认真上课。他这么吞吞吐吐，是必定有好事儿。算了好事儿、啊。哎，郭老师，我咱一块一块。不是你们三个确定要去、啊？我们要去南京是要创业，马上就要成立一家公司。这位是腾飞网络这次谈判的总代表高贺。泪水我交代全数怎样努力奋斗，看好又怎样，被看清又怎样，潮湿再美都扔到一旁，怎样立正